我们接下来欢迎艾怡良。好，那我要请出你今天的对手喽。嗯嗯嗯，发片歌手，他的歌在新加坡电台点播冠军。他担任过陶喆、张惠妹、王力宏、天王天后巡回演唱会的合音。欢迎郑可唯。来自新加坡的郑可唯，先后与许多知名的天王天后合作，专辑一发行，更成为电台点播的冠军，是一位新生代 R&B 的美声天使。浪漫的宣言，点缀着永远，透一点，绝对不再改变，每一句誓言，让人好一点，情不自禁又想起那画面。全自己创作，谢谢郑可唯。